YouTube， 好久不见。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了？是因为首先要在这边呢感谢大家对我的 YouTube 的支持，因为倒数 MV 最近刚刚破了4100万的大关。光年之外已经破15000万了。非常开心，而且最近有很多音乐的作品，像最新的 MV 那一夜也是最新上线了。其实在上面一直都收到大家很多不同的一些支持啊，看到你们的留言啊，其实我都是非常的感动。然后呢，我的这个 Jam Blog 呢终于突破了100万 subscribers， 然后在美国呢就给我们寄了这一块这么大的这个，写了我的名字，看到吗？写了 Jam Blog subscribers 超过100万，哇，这一块真的是超级有纪念价值。其实如果真的去想的话呢，我是10年前16岁的时候第一条在 YouTube 上面发的一个视频，就是我弄金鱼嘴，然后就跟大家说，哎，开心的金鱼，然后伤心的金鱼，然后生气的金鱼，就很多不同的金鱼。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很快就有很多的歌迷们认识了我的这个名字，然后就开始支持我了。然后这10年间其实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东西放在这个 channel 上面，包括我的一些音乐作品，包括我的一些自己在家里弹唱，包括我的一些生活片段，包括很多很多很多也有做过一系列的东西，比方说前不久的靠奇，还有以前有做过一个蜜捞 tour， 有好多东西都是在这个 YouTube channel 上面累积了的一些生活点滴。所以呢非常开心，就是在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终于破100万大关了。所以呢希望日后的日子里面大家还是鼎力的支持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然后希望大家越来越喜欢我的音乐，然后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坐在这里就是庆祝我们破200万大关，谢谢。